小學生剛剛畢業嘅時候進入中小，但我哋香港經歷十三年，喺呢十三年裏面，我哋繼續保持經濟持續地增長，社會政局穩定，政治有所發展，呢啲都係我哋大家嘅努力嘅成果。特別係特區政府提出咗2010，即係政改2012嘅政改方案，喺立法會得到絕大部分人嘅通過，使我哋香港嘅民主政制向前發展。喺呢度，我代表慶委會向特區政府全體嘅官員，佢哋不斷嘅努力，使到香港民主嘅發展得以一個發展，表示熱烈嘅祝賀。我亦都睇到政制發展通過咗，香港可以繼續地專心一意嚟促進經濟嘅發展，同埋提高改善民生。我亦期望社會各階層嘅人士繼續努力，喺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底下，喺特區政府英明領導底下，同埋在我哋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底下，使到我哋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发展、民主进步、生活我哋安居乐业的香港。多谢大家。三好嘛，预备。